来的股海大丈夫，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陈陈老师好。来，富贵稳中求，财富大自由。现在大家越来越有感了，真的那种财富大自由的这种幸福感哦。而且老师都是预告在前，讲在前。五月份从五月初，然后 PMIC 电源管理 IC， 然后涨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哎，好强。这个哈，今天这个盘哦，各位，你会发现过去都在涨台积电的时候是。然后你的科技股呢？如果是中小型股的，都没在动，啊、对不对？你很闷哈、哦，对，就眼巴巴看到台积电都在涨，对不对？对。可是我一直告诉你说哈、哦嗯，台积电涨它的，嗯，你要利用这个时候弯腰捡钻石，对不对？弯腰捡钻石，你可以买更低，你可以买更甜，没错。一旦怎么样，资金回来中小型的时候，不得了，它飙起来哦。不会输台积电，对，他不会输台积电，是，对不对？嗯，光这个月，你听到我一直告诉你的 AIPC 供应链的一档一档，嗯，都轮流怎么样？喷出去啦！喷出去哈、哦啊，放烟火，对不对？咻嘣咻嘣一个，对不对？人间烟火都来啦！这个月哈、哦，嗯，如果你有看我节目，是你没有赚到电源管理 IC 其中任何一档，嗯，好、哦，那真的要打屁股了，真的哈、哦，哎，来。励志有今天亮灯，昨天给你用力洗一下，对不对？对，今天在涨停，三一四。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嗯，今天涨停三一四，嗯，但是昨天开高三一二，嗯哼，你的操作节奏，你是追高的人，嗯、你今天你勉强怎么样？一咪咪。如果三一二、三一四卖掉，手续费也没有，嗯、还是没赚。对。可是昨天，嗯，给你杀到290以下，昨天286，那不就是给你这段时间看我节目没上车的人，你可以上车吗？嗯哼，对不对？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嗯，到今天312，跟我们过去，光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励志，来，我们操作几趟了？嗯，七八趟以上哎。嗯。而一个月可以做个一趟两趟，有时候两个月一趟，对不对？就是我们平均就算。可能要等久一点，对。但是呢，嗯、光这一档一根，一年过去了，这一档我可以带你赚、嗯、一张，就一张，我可以带你赚好几十万。是，就一张例子，过去这一年，平均一张一趟，我们就赚三万，好不好？对，我相信，嗯，所有中华民国投顾分析师，嗯，例子讲最多的就是我，嗯，讲到连谁，讲到连陈泰明董事长都要来买例子了。哦、不是吗？因为真的对，周末他不是说他说他要入股励志啊，对，没错，而且他一入股，他成为励志最大股东、欸，哎、欸、超霸气的、欸，真的，很霸气耶、欸。这就是陈董的霸气，他一入股他就把华硕直接从老大变老二压下去，还有一家，还有个老三，谁啊？黄崇仁励金集团，对 对, 對，黃这一档励志最早是谁？黄董，黄董入股，嗯、对，黄崇仁。后来怎么样？到了华硕，十年前，嗯，有没有？嗯，变成华硕进来，对，到现在变谁？陈董了，陈董，哇，哎，陈董一来很豪气，对不对？马上变第一大股东，而且他居然是在200多块买，他不是在100块、几十块钱那时候入股的，嗯哼，有钱就是任性，不是任性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这个陈建成老师过去一整年都一直在讲励志，讲他电源管理 IC 他有多好多好，那为什么要买他？因为他就是在台湾的电源管理 IC 里面，嗯，这几家公司里面唯一有电源管理 IC， 同时又有什么样功率元件，嗯哼，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要切入这一家公司？嗯，为什么要强调除了电源管理 IC 还要加功率元件？因为陈泰明他过去这几年的并购动作都是在车用，没错，老师从买基美，嗯，到买怎么样？赫力士，施耐德，对不对？2019买基美，嗯，然后呢，这个两年前买怎么样？赫力士、施耐德都是在车用的，嗯，的一个动作布局元件，感测元件，对，好，再到励志，嗯，你想说他是要买笔电的管理 IC 吗？不是啊，那买笔电买茂达啊，因为茂达。在笔电上面的应用占它营收一半啊，是，对，买智新啊，为什么买智新？那智新最大的是用在哪边？面板驱动 IC 的电源管理。你看我这样跟你讲，你有没有清楚？老师，每一家公司它的电源管理 IC 用在哪个地方？它的营收比重最重的是哪里？你要清楚嘛，你才会做对股票嘛。是，光这一点就已经怎么样打趴全中华民国所有的投顾分析师了。这是老师的产业深根，再加上怎么样？嗯，哎，好巧不巧。这又是陈盖股，好巧不巧，不是，好巧不巧，
高中一直跟我在打排球的，我建中的高中同学，曾经是励志的创始团队。哦，懂了。现在一天到现在一天到晚在 LINE 里面拉我说，哎，晨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现在那个建中球队要打球，什么时候要再打球了？哦，所以啊，你看老师的专业底气，对不对？可以让大家可以享受到。结果你知道吗？结果自己曾经在励志上班，就他自己说到这一档励志还要还是我要叫他，你赶快买回来，因为被他卖光了啊。对啊，不过还好，他如果听了晨晨老师的话，他还是可以赚的、啊。对，好，励志 来有没有 PMIC？ 所以电源管理 IC， 我们怎么样？不管从内部了解这家公司的底气或产业，从外部产业看到这个大老板，看到他的未来的这个前景，是对不对？没错。所以我一直告诉你说，陈泰明不会随便出手。他一出手一定就是跟他现在整个布局有关、那你可以看得出他现在的布局都围绕哪一个环节、车用没错，电动车、可是两个月前对不对，三月完四月台积电开法说却说对不对，四月十五号也好、他开法说不是车电没复苏吗？对啊，那时候的车电因为他没复苏，冷冷清清，法人怎么样？狠狠的再把怎么样？车电的概念股整个都给他卖下去，微微电、鹏程，你们不要，我捡起来，漂漂亮亮，对不对？那你现在看到啊，今天的励志涨停，是。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同心电，好，今天站上160了，是啊，163了。看产业布局，我们需要一天到晚一下带你买这一支，一下带你买那一支吗？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啊，对。不过现在话说回来，今天。台积电还是小涨，可是呢，今天怎么样？今天没有再上演当这个市场的行情，它不再上演一个人的武林的时候，你发现干嘛？资金举国欢腾呢？对，资金出来了，举国欢腾呢？你中小型个股开心了，一个人武林的时候，哎，怎么好像就只有你在赚？对不对？整个科学园区说人在科学上班的。大家每次经过那个什么园区二路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我住新竹啊，我就住在台积电旁边啊。台积电旁边有一个别墅社区，我在那边住十多年了，来，经过园区二路，每个人都要看看台积电，瞻仰一下，对不对？啊，敬仰一下护国神山，有没有？然后除了那一区，其他有没有？啊，联发科也不错啦。啊，可是其他好像都怎么样？很闷啊。这两天你还闷吗？不闷啊，开心了。这两天问台积电在闷啊，不涨啊。是，可是一涨起来。你看中小型股一涨起来，就像它一样啊，是涨停啊，活蹦乱跳了，对不对？所以股票，我说你要做股票要赚钱，其实一点都不难。看对产业趋势，就当别人眼光都在那边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不要随便去跟人家怎么样，随波逐流，一窝蜂的热，一头热。你好好回过头来看你手上股票，如果它没有涨，它有符合。产业的未来性，我讲的产业趋势吗？然后是不是在掘金谷底？如果是，你应该怎么样？弯腰捡钻石，在加码。对呀、在便宜的时候，好好给它买好买满，对不对？甜啊，好买好买满，一拉上来，哇，大获全胜，舒服，这才是操作之道了。懂。所以整个五月，如果你从月初到现在一月底了，今天礼拜二，只剩三天的交易日了。是。你看到它为什么会飙起来了？月底了。月底要做账了，对不对？节奏啊。然后呢？月底到现在，电源管理 IC， 你一档一档赚了，全部都创高。对不对？你看见励志，再来对细粒，细粒今天也创高啊，6415的细粒 ，Cili 今天再创高515了。你有没有看到515？515也是破断新高啊，是有没有？我还是那句话嘛，当他在这边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他一直在跌？你觉得这只股票这种现形这么烂，这么丑，怎么你怎么可能去买它、啊？你不爱我超爱的，掘金谷底呀、对不对？可是，一般的投资人喜欢做什么地方？当细粒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什么样的指数是像这样在走的？银建，对不对？金融，当然今天的银建金融也都不错，因为举国欢腾嘛。可是，你真的要比起来的话，是不是？你当时在这个节骨眼，你不要去做我刚讲的那些主群，你就在这边抄底，你是不是赚更多？是，应该是赚更多吧？绝对比我刚讲那些
正在热的族群，你这边来怎么样？雪中送炭。嗯哼，对不对？我说我超喜欢绝情谷底拯救小龙女，是我超喜欢雪中送炭的。而且这是富贵稳中求，很稳 啊，你不用担心。在这种地方做叫做怎么样？锦上添花嘛，没错吧？嗯哼，人人都知道要做的，人人都看到涨才要去买的，这叫锦上添花嘛。嗯哼，在这种叫做雪中送炭嘛。是，对吧？那我们现在话说回来啦，在这社会上，你觉得哪一种人你会比较喜欢？当然是会让你觉得比较温暖，会让你觉得比较贴心。嗯，一定是雪中送炭的人。当然啊，而不是锦上添花的嘛。嗯哼，对不对？看到有钱人，谁都嘛想去交朋友。有人家说什么“富在深山有远亲”，对不对？有没有？然后怎么样？贫在闹市无人问，对。那我超喜欢怎么样？喜欢这种送炭。贫在闹市，贫在那个无人问，我超喜欢去问的。嗯哼，你看 ，OK。所以到今天创高五一五楼，然后呢，还包括像是智星啊，8081的智星也是今天也创高的。还有一档哦，我从上礼拜我还是跟你讲同心店，对不对？车用同心店6271的同心店，今天也创高163.5，是不是？嗯。今天有一个上影线，但是还好啦，哈。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这段时间它又要冲起来了？嗯，股东会行情啊。哦。我是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嗯哼。今年的上半年有任何的回档，你都不要担心。这句话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我就在一月选举完啊，对，台股突然大跌，有外资卖超700多亿，那时候是的。你现在回过头来想，1月19号，你现在再回头来想，现在已经快半年过去了嘛，对不对？对，你现在再回头来想，那时候跟着外资卖超700多亿，然后再恐吓你，的分析师呢？现在嘞？现在都在上看万二啊。可是那时候我告诉你哦。台股有三个理由不会跌下来，降息，然后怎么样？先是3月、4月融券回补，对，再接下来怎么样？股东回行情，集团作战行情，是的，3-5个月过去了，都印证明了这几个月来任何大跌的利空都是让你弯腰低接捡钻石的时候，真的，而不是让你去停损的时候。419不也是吗？对不对？都可以捡到。我们上礼拜，我们昨天我们才拿一个会员的见证嘛，对，对不对？他说。别人在看别分析师节目，就在叫人家杀股票，叫人家保守。只有我的节目叫人家干嘛？用力往下买，捡钻石啊！就他赚到了母亲节的红包，对，开心。所以上个月，你懂得用力往下买的，你到这个月，我告诉你，这个月的房贷都有了，母亲节的大餐也有了，红包也有了，是不是？通通都有了，还不是帮你赚到一个月的？搞不好这半年、一年的房贷都帮你赚回来了。你看老师多佛心。对不对？雪中送炭呢？就看对节目很重要嘛。是的，所以要记得订阅啦 ，YT 订阅 ，Line 的加对。在这边的时候，为什么这边这样子杀？因为台积电法说，说什么啊？车电没有复苏，对不对？你没复苏啊，我管你有没有复苏，我就没复苏才有甜甜价给你买嘛。是，那你到今天一张不是赚20000了？对，老师昨天还秀扣讯给大家看哦，我们买在145嘛，到今天到163，是不是一张又是差不多将近20000了？昨天扣讯都秀给大家看了。这有图有真相，所以老师为什么都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发的扣讯要截给大家看？有真相。我今天要送这一张哈，这一张呢，老师一整张通通空白，要猜都猜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要空白吗？我等下跟你讲原因。好，你应该看到我这个秀出来好多次了。有，从同心店站上150以上，我就一直给你看这一张，是不是给你看145？对不对？对，好，没错。所以看节目都有红利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给你盖住？结果我有玄机。我好像昨天还今天直播，我不小心。今天中午，我跟大家讲了，今天中午对不对？对，今天中午。我今天中午有直播哈。我这两天我中午都开直播，你中午吃饭时间你有空的，你可以来看我直播。12:45。好，因为你既然来看直播，直播天道酬勤嘛，有红利，我就会开给你。像我昨天开台办，对，对不对？二级体的台办，麻烦你看一下我昨天开的台办。5425的台版，老师还特别讲到了二极体，然后二极体老师还给了大家红利，就说到了5425的台版，因为他为什么？老师还讲了理由哦。台版哦，你有没有看到？有。这一波从6768到多少？今天80。到80的。你去想象哈，如果你这段时间你没有赚到台积电，你没有关系啊。它就好像怎么样？你买10张。它就等于你买了700块的台积电一张，六百八，700台积电，对不对？对，涨到800，涨到多少？涨到800，
很补、啊，有比较差吗？没有啊，没有哎、欸，是你们逻辑，就很多人会被哎、欸，每天都是报纸，都是台积电的消息，嗯，你就有时候你会有那个迷思，会有那种迷思，那個、对。好，哎，好像你现在一定要有台积电，做台积电好像很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中华民国，对，因为它是护国神山啊，对不对？好像对不起自己在台北股市身为一个股民哦，没有台积电，或者说没有 ETF， 你就没有在台北股市混，嗯，不是。但是你看这样子一样赚上来，来台办干嘛的？二级体啊，二级体是，而且是我们台湾里面做车用二级体比重最高的公司。是不是又是车用？是是，但这两天它没有涨上来的时候，谁会告诉你车用很好？没有，没有啊，因为台积电法说都说车用没复苏啊。对，全中华民国只有我告诉你说，就是没复苏，营收最烂，你才可以买在最甜的时候，绝情谷底。我没骗你，没有啊，事后跟你证明啊，就一个月啊，老师还要用一个月来证明哦。那没办法、啊、你觉得这样太慢了，你觉得每天都可以有涨停板给你赚，那我就不阻止你了，因为早上财经节目都很喜欢讲，很喜欢讲最热的，我是不是跟你讲那钱有对不对、我就是台办，我也是昨天直播的时候开牌给你送在前面红利对不对、可是呢、总是有人会慢我一步嘛、对啊，来今天、我们美丽的甜心、老师，我没有练咏春呐、我们谈阿内啦，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在看盘中节目嘛。我们团队都知道，我从来不看早上的财经节 目。对，是。怎么可能有一个分析师做股票可以不看早上的财经节目？早上是在带会员最忙碌的时候啊。我在那么忙，我早上我还去看什么财经节目？我自己的股票都比别人准了，我干嘛要看？你去看财经节目，一下给你讲这一支，每一个早上好几十个分析师哎，轮流在那边上演哎，一个这个人讲那个，然后那个人讲那个，你每个股票都要做，你别干嘛就灰吗？对呀，就忝你啦。来，你看哈、今天哈、盘中有没有？这个节目早上哈、讲联发科，各位，昨天老师联发科，我不是这几天就已经在讲在前面了吗？小金鸡，而且我昨天就已经亚信，我昨天就开给你了，对不对？涨停的亚信，我昨天是不是裕泰？我上礼拜就开给你了，对不对？麦克风 IC， 你看这分析师今天才拿出来讲呐、麦克风 IC 有没有？来，爱心要来了。为什么？比给谁？比给这分析师啊？比给这节目啊？我都已经讲好几天了，对不对？那你现在，所以我为什么常告诉你说，你不要看早上的财经节目去做股票。你看早上财经节目，麻烦你去看一下现行好不好？已经拉上来了，你才要去买它。我预算不是跟你讲好几天的吗？是啊，麦克风 IC 啊，从底部上来都已经30%了，你这时候才要进来，那今天的预算就跌了，对不对？那节目拿出来讲，它是不是拉高让你跳进去，再帮人家出货？不是帮我出货哈，因为我早在讲在前面了哈，我也不认识他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都讲很久，他才拿出来讲哎，那不在帮我抬轿吗？老师，对不对？这个 AIPC 供应链里面就送给大家的哦，对不对？裕泰。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中视你有看我节目同学，如果你很早就进来卡位了，就爱心拿起来比给他、真的，你资料拿到了，你都可以赚得到啊，所以啊，你 看到没有？有，全部开牌，他帮你开的啦。可是怎么样？我前两天已经在讲了，对呀、我台办是不是讲了？有，我彭城我是不是早就讲了？是，对不对？那你知道台办，你就知道强茂嘛，对，是不是？所以我能说什么？感谢他来帮我抬轿啊，因为他开了，大家就会怎么样？盘中看他在讲，每个人都跑去追，那你追我就准备下车了、不是吗？可是你看彭城哦，今天后来反而翻黑了，你看同心店。对呀、对不对？彭城也是啊，他讲的时候上去一下，后来收下来，翻黑，干嘛？那不就是盘中讲，然后干嘛？不知道把你骗上来，然后主力给你到货啊，所以你还要再这样看吗？好、这是谁我不知道哈。如果你知道我在讲谁哈，他的节目你就不要看了。看对节目很重要，自己 YT 定起来，赖加起来。我是不是早就讲了？有，我145，他160拿来讲，干嘛？帮忙抬轿啊，感谢哦。好来，好，时间很不够用，很宝贵，老师，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个对对对，这个来早一步先来拿。我这一两个月早一步来，就告诉你他在绝情谷底。你要赶快来哈。这档股票哈，我一直给你追踪哦，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它哈。今天尾盘收上来了，今天涨10块了。
他是谁？这个是集团股，你如果错过联电、联发科，嗯哼，哦，这个华硕集团的话，我这一张集团股的每一档股票，你都还有机会，利用广告时间加来要，赶快先进广告，加来喽。避免被人家说我造假，我露出来这些给你印证，到时候股票飙出来，我整个挪开给你看。全部开牌。你整个五月，如果你错过了我开五 AIPC 那一张的话，那接下来的集团要换它了。其实今天有一个集团也很飙，我这个我直接口头直接讲送给你。你们都知道新唐对不对？啊，新唐今天涨8块了，是，哈，华新力华集团。新唐已经闷很久了，是 ，OK， 这一档我们操作从来没输过，胜率百分百的。我们这一档每年也都是我提款机，是的。还有这一个集团，他是谁？还有这个集团，好，这几档哈，这几档哈，我其实4月都一直要邀请到现在哈，对，不离不弃啦，赶快能够赚到大钱啊！是，今天收盘涨10块了，好，开始喽，开始。后面从今天的收盘价到6月底这一个月还有。40%的空间，集团做40%的空间哦，集团做账，好，所以你要，你可以来跟我布局，对，布局这一档，赶快来哦。IC 设计班本来要给你开到月底，但是很抱歉哦，我30个名额已经满了，已经满了。那你说老师那满了怎么办？全力打。你的最近 IC 设计股这么飙，我想要参加 IC 设计班，那我不是买不到了吗？没有关系哈，我们接受内转。校内转对外，我只有3个月，对我只接受校内转系。Okay, 我还要怎么样？全力打班。好 ，OK。LINE 还没加的，你没有办法看到我资料的，你务必要加进来。不然我刚跟你讲的那些股票，你都错过了。好可惜。很可惜啊，这个月你没有赚到电源管理 IC，你没有赚到立志跟细粒，很可惜啊。再加上联发科小金鸡，你没赚到，也都很可惜啊。好，来，接下来你还有机会。这一档，他是谁？同性恋，我跟你开很久，对不对？对。可是5月14号，我除了买同心店，还买了这一档。他是谁？这一档呢？我今天直播我有讲，所以你今天有看我直播，你就知道是谁的红利。他明天有可能直接开高，也有可能直接就喷上去了，但是还在绝情谷底。赶快加来！你要知道这一档加来，你加来来问，我把我这一段直接让你看，直接让你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好，最后最后就是他了。就是他哈，其实我也邀请你几天了，是，但是现在 IC 设计族群一个一个飙起来了，还有还没起的，他现在才在起涨点，所以你现在来都来得及，是没错。我来最后，我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全年打班的绩效，多漂亮！如果你去年3月是100万跟我操作，到现在200多了，我们这条曲线不会比台积电来的差，是，也不会比台面上的任何 ETF 的绩效来的差。是，重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出场胜率都是怎么样？一路往上的，对，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有什么股，重点在于你跟我操作，当当买在绝情谷底，你怎么样？你都可以，你都可以挥出漂亮全垒打，你的财富想要翻倍的吗？你想要好好把财富在股市里面累积起来的吗？那我的全年打班，全年后开放，不要再错过了。对，跟着老师一起来，富贵稳中求，财富大自由。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